大家好，我们去花市购买的三角梅都有一个共同点，我们仔细观察一定会找到，土壤都是用一些岩土栽培的，如果不及时处理，你的三角梅这个岩土啊硬绷绷的，就会影响植物的根系生长，最后呢就会导致整株枯萎。最好的解决方法呢就是用微生物经济，我们可以松一下盆土的表面，舀上两三勺放下去，或者我们平时浇水添加一小勺，能改善土壤，增加土壤的有益菌，让土壤呢变得更加疏松透气，后期三角梅才能生长得更加旺盛。我这棵就是通过这个方法今年第二次开花了，非常多，这些都是花芽。土壤板结之后呢，植物的根系受到非常大的影响，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处理，不然真的没花看。好，再见。